是杨帆，一名幸福快递员。我带着满满的温暖和祝福出发了。夜晚，请带上你的新年愿望，与我们一起启航2015。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带，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想祝眼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希望把它同时来，好运希望把它同四海。欢迎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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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过个太平年。Yeah.
新年的序幕，满座的宾朋共享迎新的喜悦。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新年特别节目《启航2015》。在这里，首先向所有的观众朋友送上我们新年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即将过去的2014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充满收获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共同迎接了挑战，也用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新的成绩。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梦的鼓舞下，凝心聚力，开拓创新，豪情满怀地走在实现梦想的大路上。今晚我们欢聚一堂，一是为了共同分享这收获满满的2014年，也是为了再一次共同启航，去迎接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2015年。特别的时刻，特别的心情，我们要与全国的电视观众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夜晚。所以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晚的新年特别节目怎么个特别。我们这个特别啊，概括起来是四个特别多。首先看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我们的来宾特别多。对呀，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特别介绍的是，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我们的种粮模范种粮大户代表，还有我们的最美乡村教师代表，欢迎你们的光临。今天我们的来宾多，那就是说明我们今天晚上还有第二多，就是节目特别多。对，我们会陪伴大家一起迎接新年钟声的敲响。哎，不仅节目多，今晚的来宾呢还要分享你们的2014，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是故事特别多。故事的主人公都有谁呢？现在先保密哦。还有一个特别多是送给观众朋友的，因为今天晚上啊礼物特别多。这您要问了，我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份礼物呢？哎，这个方式也非常的特别。哎，这个方式究竟怎么特别呢？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特别的人。这个特别之处就是我。大家新年好。哎，刚才那个短片都看了吧？我看了。骑那小摩托，骑那骡子的就是我。啊，对，我觉得你挺折腾的。幸福快递员嘛。没错，我今天有一个身份，幸福快递员。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要抓紧时间送上祝福。所以很多特别的人把特别的祝福要送给他们特别的朋友，就委托特别的我。所以呢，接下来有请楼上的导播，给我一个特别大的特写，我要送一个特别的惊喜给大家。接下来就是见证特别幸福的时刻。哇，装得满满的一盒礼物，都是礼物。过年好。啊、哦、谢谢，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好。我今天送出的第一份快递人人都有，就在你们面前小桌上的礼盒里，大家请打开一起分享一下。怎么样，人人都有份儿。首先呢，请允许我首先来到一号桌，因为一号桌有两位老师是我母亲的偶像，那就是李光羲老师和谢芳老师。二位老师好，新年好。啊，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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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我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新年礼物吗？好的，第一份。好的，您给大家念念。好，我站起来啊。哎，不用，不用啊，您坐着。好，和谐送平安，安然乐逍遥，遥祝千万家，家和喜事到。好，多好的一份祝福啊！家和喜事到，也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家和万事兴。谢老师，我的是万象更新，梦想成真。谢谢，也祝您二老梦想成真。
我说毕老师，您是那桌的，你上这儿晃悠什么来？我这直播呢，这我这有礼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得跟你说两句。他们那个礼盒里边都是祝福语啊。对呀，我这怎么是叙述词儿啊？你这什么词儿？给大家念念。与幸福快递员现场自拍一张欢乐照，啥意思？恭喜你，毕老师，你这是头奖啊！你跟我合照是头奖，是吗？啊，我跟你这合照是头奖啊！他们同志们的朋友们都说我长得比你漂亮啊，是吗？那怎么有人这么认为吗？啊，什么审美啊？好，嗯，就您帅好不好？啊，对啊，拍。但是你要看这个祝福的最后一句话，啊、欢乐照这三个字，欢乐照非常关键。好，那就拍这个。要欢乐，要自拍，啊、要照片、啊。你有相机或手机什么的吗？我相机、手机我没，我真没带。你出门什么都不带？你没准备，没告诉我、啊。多亏我是幸福快递员嘛，对吧？啊、来，我这有。啊来啊，注意人家的要求。啊。要欢乐。欢乐。你就给个口令是吧？咱俩一起拍，来。我数到三，咱俩一起乐，好不好？用、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来，毕老师。三。不是你二和一，你还没喊呢。我说数到三嘛，直接就三嘛。他、你还别说这整的。你看毕老师，您这照片照的。我看不见，我看这大家能看见吗？我啊。大家说毕老师帅不帅？别这么说。他拍的是左边脸，我长得漂亮的是右半脸，他没拍着啊！你行不行吧？咱们不争谁帅，但是毕老师您没发现吗？啊，您这照片最缺的是什么？缺啥？甜蜜，你不甜笑的。那怎么还有比我更甜蜜的人吗？当然了，接下来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的就是甜蜜。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或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向天空大声的呼喊，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当你热情奔放或是痛苦难言，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变化，人心在飞转，谁能让你我停留？当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这是我，这是我想要的，想要的幸福。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珍惜时光和年华。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谢谢。感谢演唱。哎呀，这画面好温馨啊。对，大家都认出来了吧，刚才为我们带来歌曲的是著名的演员，当然也是三个著名的暖男，
啊、沙溢、郭晓东，还有辛柏青，当然还有他们各自的爱妻。哎呀，让我们看得好温暖，好温馨。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我们这个特别节目还应该增加一个特别多，就是温馨和爱特别多。是。但是刚才说了礼物了，是吧？但是杨帆啊忽悠人，他刚才送那个礼物还不是今天晚上我们真正要送出的礼物。别着急啊，马上我们该送礼物了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准备了很多份新年礼物要送给电视机前的幸运观众，所以在这里呢也要邀请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中来，成为幸运观众，赢取这份新年礼物。哎，我们这礼物也挺丰盛的哈，你看有什么笔记本电脑啊、智能手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等等，这也是我们综艺频道的一份心意嘛。对，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互动的方式了。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使用发现菜单下面的摇一摇歌曲这个功能，记住啊，是摇一摇歌曲这个功能，然后把手机对着您的电视这么轻轻一摇，就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了。接下来注意了，关键的时刻到了，在我们主持人发出口令抢祝福之后，您就快速点击自己手机上的那个小金蛋，就看谁手快。哎，前30名手快的观众就将成为我们第一轮的幸运观众，获得我们的新年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电子券。我估计手快的观众朋友啊，已经按照你说的这个程序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这个拿起手机上微信，进入那个摇一摇歌曲，哎，准备点那个，就等口令了吗？就等口令了。对、啊、那现在这样，今晚是几次机会？一共8次机会。8次，嗯，第一次你来发口令好不好？啊，第一次我来。哎，这重任在肩啊。那当然是、啊。这第一次头得开好。嗯。这样吧，我邀请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好吗？我说1、2、3，大家跟我一起说抢祝福，好不好？好，咱们声音大点哈，准备好啊，观众朋友，准备好你的手机啊，准备抢。1、2、3，抢祝福。哎呀，我们第一轮的秒抢环节的幸运观众已经产生了，究竟是谁呢？待会儿在我们的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会为大家揭晓名单、哎、我们继续还会送上我们的心意和礼物。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今晚有一多啊，就是故事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一段我们嘉宾的2014的故事。妈妈小时候是一个舞蹈演员，种种原因吧，他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一直到退休了之后，他才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把他的那点热爱散发出来。但是我对妈妈的这个喜欢跳广场舞啊，包括有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这个团队啊，总觉得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我在对妈妈跳舞这件事情上真正有所转变是有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说妈妈你怎么那么忙啊，她说今天你必须得跟我一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一天的生活，然后跟她去了一个敬老院。妈妈表演的时候，就给那些老人表演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可能妈妈她是真正的是快乐的。在我青年时期呢，我觉得跟妈妈是一个空白，跟妈妈的这个交流特别少，一年可能见了一两次。随着我对妈妈的越来越多的了解，对她所做的事情、她的爱好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对她的支持也越来越多。2015马上就要到来了，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就是很简单，愿妈妈你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些正能量一直保持下来，然后散发出来，去影响更多的人。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
是我的爱，年年的清晨脚下花盛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花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这个 feel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大妈们在舞台上跳得起劲儿，在舞台下泽群和我也恨不得要冲上台上去跟他们一块儿跳。但是我比划一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啊，是真心比不上我们这些大什么大妈呀，这哪是大妈呀，顶多也就是大姐嘛，哦，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精气神儿，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但是这些大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姐，都是退了休的大姐。而且我问了一下这些大姐啊，有一个特点，跳了广场舞之后都没肩周炎了。真的是，现在你走在大街小巷，像这样的大妈大爷他们载歌载舞的身影是随处可见，这说明我们的生活过好了嘛，哈，可以唱出好生活，跳出自己的好心情。哎，而且现在这个广场舞啊，大家是越跳越快乐，也越跳越和谐。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些大爷大妈他们强身健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更看到了他们是以实际行动来享受我们这个真正美好的时代。家园美，鸟语花香。
些花掌，日子旺旺。我们的时代在美好中长响，彩虹在蓝天上编织成双，我们在成就所有梦想，让鲜花在人们的心中绽放，让鲜花在人们的心中绽放。谢谢扬帆起航，祝福到。大家好，看到幸福快递员一来，您就知道了，我又要送幸福快递了。那我这个快递的收件人是谁呢？请往这里看，就是胡宝善老师。胡老师，新年好！您有一份快递，请您签收。好。哦，您请坐，来，我给您放桌上。来，胡老师，您请坐啊。谢谢。我给您服务到位。您知道这个快递是谁给您的吗？谁托我给您的？不知道。您打开它，答案就会揭晓。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快递里边这份礼物都有什么。我帮您拿出来，一份代表吉祥如意的手链，还有一份，阿姨，你们二位一人一份。当然，您别光看手链，吴老师，您再看这个盒里还有什么？这红的，这是一个贺卡。您打开看一下，其实是一封信。胡老能给我们念念吗？爸妈，2014年快过去了，首先要恭喜胡宝善同志，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80后了。作为咱们家唯一的一对80后夫妻，希望你们老两口新的一年甜甜蜜蜜，越活越年轻，越来越快乐。一定要听老妈王一满同志的话。继续。还有，我坚信在老妈王一满同志的教育和领导之下，咱们胡家在新的一年当中会更好。我们这些晚辈不仅仅是见证你们幸福地走过了金婚，还要看着你们风风光光地迎接钻石婚。儿子胡军敬上。哇，我都好感动。胡老，您什么心情？开不开心？哎呀，我还是站着说了，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经常愿意感恩的人。现在我有了这样的好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我非常开心。其实我能够感受得到，胡军身上有您的影子。来，胡老，由于胡老年纪的问题啊，我们让胡老坐。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胡军有这样一封信。胡军呢，今天是有戏，无法脱身，所以呢，他表达这种情感，就只能委托我带来这份礼物。而且我特别高兴，胡军能够用写信的方式跟老爸沟通，因为在这样一个电子信息通讯的时代，写信其实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感动。见字如面。另外，刚才这个信里边还有一个信息哦，胡老2014年度过了自己80岁的生日，咱们送上祝福好吗？所以胡老，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幸福快递员，我欢迎您正式加入80后的行列。好，祝您永远年轻。永远年轻。请坐。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请坐。特别好。所以我也特别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把一份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祝你们在新的一年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同时，我也想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你们在忙好工作和学习的同时，记得要常回家看看。世界上充满着令人惊奇的动物家族，生与死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对于动物家族，成长日记再现了他们惊险的生活。我们将追逐三种不同动物的聪明的灰熊宝宝游击，但是现在眼下他面临可是这个熊妈妈已经有两个要喂食的小家伙了，中央电台观众朋友，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哎爸，啊，我今儿公司有应酬，我就不回去陪您过新年了啊！啊，好好，您多吃点啊！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不说了啊。
这首深情的儿女情长，也让我想起了我在河南的爸爸妈妈。那么到2015年呢，我离家也整30年了。我们干电视这行真是有一个特点，越到过节的时候就越忙。我们也想在过节的时候和父母团聚，当然也特别渴望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所以有的时候啊，就自然把这工作排在第一位，把常回家看看排在了后边。但是我特别感动，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已经81岁的老母亲，每到接到电话的时候总是会说一句，你好好工作吧，家里挺好的。哎呦，这就是老爸老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吗？其实想想看，我们的生活呀，总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当我们只顾埋头前行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身边那个曾经怀抱我们、牵着我们、目送我们的人，他们正在慢慢变老。蓦然回首，才恍然大悟，原来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时刻，就是每每回到家，推开房门和父母亲相聚的时刻呀。我们又走过了一年，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这时候不能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也就赶紧拿起电话给爸妈打个电话，跟爸妈说一声，爸妈，我爱你，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声长叹，伴虎老去。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归带门掩，满天书信都。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也只有情歌一曲，雨和泪潮。愿天下父母平安多春秋。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也只有情歌一曲，雨和泪潮。愿天下父母平安多春秋。
怎样做才能完成人生基本道德准则？